大概出来，你们可以把这一题稍微改一下，怎么改呢？也是一样三十五好了，那里面的话，请你换一个，不一定用三边，三边比较少，用五边好了，比如五边，五边的话呢，比如说中心点给它，然后往上，内接往上做一个对哈，然后这边的话一样用弧，假如说我今天要画一个类似像这样，当然你要做五次。 花时间嘛，你用环形阵列一下就做好了。环形阵列点一下，对不对？选物件，按空白键，然后基准点在哪里？在这里。那几边呢？特别注意，不要在上面输入啊，在下面输入。5 Enter， 300， 对不对？Enter， 你看马上就出来了。利用这样的方式会更快。利用这样的方式会更快。OK， 那其他的话，我想各位再试试看。这个部分是配合环形阵列来做。OK，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。